那就不再多说了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开始玩游戏啊。那就应粉丝要求啊，咱们第一把先来把这个王者之心啊，这也是我的渡劫赛啊，这也是我的渡劫赛的第三场，第一场、第二场已经赢一输一了啊。然后这一场我希望能来运输船，因为运输船的这个获胜的几率太大了啊。那这个你是这么抽奖的呢？抽奖的话，刚才不是已经说过吗？非常简单，就在直播间里抽，主要就是在直播间里抽啊，非常简单，打一把游戏抽一个奖，具体怎么抽，一会儿打完游戏之后你就知道了啊，非常简单。啊，赛车之城，我去，什么鬼，大哥，赛车之城那么大，而且非常看位置，位置如果一旦出生的位置不太好，你就直接就死了就。我们这个位置还行，我们这个位置还行，离这边这个后道比较近。如果出生在那个这边的话，待着，如果出生在这边的话就完蛋了，因为那边太远了，因为那边太远了啊。这边还可以接受，这边还可以接受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来，请76，什么鬼？我上来就让他给灭了，兄弟们。那这个我是第一次来看你直播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没关系啊，有一有二有三有四，对不对？慢慢来啊。原来这个没有看过的，咱们慢慢来看，不用慌啊。每天只要有时间都会直播啊，直播都会抽奖，这个不用慌，而且都是免费抽奖来着，都是免费抽奖。漂亮！啊！我计划抱他上面那个台子上，头不好待着。我们这个位置不是太好，我们这个位置不是太好，是吧？我喜欢当匪，当警不是太好。这个杀人这个方向有点这个别扭，感觉待着，有的感觉有点别扭，杀人不太顺手。这把不好说，待着，这把没法这个带警，因为这把都不是我们的这个主场，这不是我们的专业地图的。我们专业地图是什么？运输船啊，玩运输船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待着，我们是专业的啊，想输都难。我去，他家里有死人，哈哈，那个你喜欢遭人，哈哈哈哈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可纯洁了，大家知道吧？我可纯洁了，我不是那种脏人。你真脏，你真脏啊，天哥，那没办法，咱也不想那么脏，那关键不允许呀，对不对？实力不允许咱们这么干净啊。你也太脏了，天哥。什么鬼？上来就让给干死了。那这个几点结束啊？一般每天都是直播两个小时左右，两个小时左右。这个七点开始直播，直播到这个九点多点。那个人笑得好脏，真的吗，老公？我去，什么鬼？那别冲了，兄弟，从那边过，我感觉过不去了啊，感觉有点过不去。弄死他，弄死他！天哪，这个地图太大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个地图太大，根本就不适合咱们，根本就没法玩，地图太大，大家知道吧？地图太大。哎呀，我去，这都找不到人，知道吧？我最烦这种大地图了，大哥，因为他你根本就不行，你就找不到对面的人。地图太大，适合玩狙的选手，但是我们那是不会玩狙的。我们玩狙这个技术不是太好，大哥。计划刀了他，这是不给机会。这把玩的没有意思，大哥。虽然说这把赢了啊，但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因为完全就杀不死人。虽然说杀了八个人，但是根本就没有一点感觉，大哥。我们现在这杀人杀的没感觉。这是很无聊的感觉的，一点这个一点快乐的感觉都没有。哎呀，屁股后面来人了，你真脏，你个老表，你竟然屁股后面来人了，真脏。哎，结束了，这下来受死啊，快点，老公赢了，兄弟，再来一把，咱们就直接成功了。哎，真不聊的，莫名其妙的就胜利了，就完全不是我的性格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我被侮辱了，我被谁侮辱了的？我被系统侮辱了，系统竟然跟我匹配如此无聊的地图。行，你等着吧，天美，下回我再收拾你。哦，升级了。